你再来一次。拜了，小虫，小虫，生日快乐啊！喜欢吗？让妈妈来看。你让他再说说话。小虫生日快乐。说说话。快乐。嗯。小虫生日快乐。小虫生日快乐！好啊。哎，这个是爸爸妈妈送给小虫的四岁生日礼物，要不要来看看？这个妈妈自从当了教育部长，爸爸当了财务部长，批了第一笔教育预算。Rainbow， 这是 eight， 这是 eight， 这是 one， 嗯，这个可以拼一下。这是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那好啦。这是最近小虫看的动画片 Number Blocks， 然后就可以拼出来一个两个，第几 ？Two. Two plus two equals four. 哦，哇，可以学会算数呢。One, two, three, four. 哇，好棒！我们来到家附近的 shopping center 来充气球啦。别闹别闹，哎，你们去买一个西瓜，好吧？好。这是我们家附近的小公园，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生日趴啦，而且是免费的。现在是充气球装饰的时间，全家都在开始吹气球，来装饰这个小餐厅。哇，这个窗帘效果很好呀。像水母。我的 birthday party。嗯，你的 birthday party， 一会儿好朋友就来喽。哎，说个 hello。我们的好朋友们又来了。娜娜好呀。Hello。嗯，你的好朋友来了，程程。嗯，专门参加你的 birthday party。娜娜，你还今天还涂了指甲油，这么隆重，多漂亮，好漂亮，还没干就已经被吃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的刺已经瘪了，也不知道哪漏气，反正。他就说你下礼拜再来。啊、真的吗？开玩笑。哇，你带着这个，我来看看，弄一下摆盘，看看今天的菜沙拉，哦，很棒。对，那孩子们先吃吧。好。嗯，谢谢。现在已经开始吃，开始吃沙拉了。不客气啦。这个摆盘，新东方毕业的。来，铁头。Hello， 好久没见啦！这是妮卡姐姐给虫虫勾的一个小包包，哇，手工爱心面具，对，还有她写的一个虫虫，好大包，是，然后这个是一个可以那个画画的一个，这个是可以一个画画的那个野餐垫，哇，虫虫就喜欢画。画的颜色都放在上面，然后就可以。这好棒啊！这是 DIY 哎，虫虫。是啊。小迪 ，I wish you a very happy birthday and a great time at the party。OK， 谢谢。哇，这个好像虫虫啊！对啊，你看，你看，虫虫，我说，他说画什么呀？我说就画虫虫的样子吧。可以可以，这个非常好。啊，谢谢，这个好棒，我们自己画出来，对呀，会很好看。
我们又喜欢野外是吧？谢谢。Thank you. Yes, I'm Anna. Are you Elsa today? Wow. Happy birthday, Lisa. Wow. Lollipop.Sharpener and your pencil. You can draw so many good things for us. Some more stuff.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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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Did you learn from here? Years late. She went to ballet. And then here, take time to g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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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你们还挺快的。Cici, 我们在看 Cecilia. Yeah, Cecilia. Cecilia. Yeah, Cec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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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cilia.好大一个礼物他自己挑的这边正在烤羊串呢保留节目是不是炭火烤肉来第一口粉丝先吃哇谢谢是相机先吃是不是这是我们平常玩的小公园下面还有篮球场和剧院非洲小公园建得特别好是我们搬过来才建好的Come on Come on Come on 这个小公园是非洲主题的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动物还有一些蜘蛛侠可以攀爬的河马和狮子这个狮子还会叫的喂叫一个这边除了打篮球还可以练习壁球足球网球下面还有一个滑板的这些弯道们小朋友们都玩得很开心这边还有个狗狗公园狗狗们都只能在这里面跑来跑去就把人和动物分开了这还有一个 street library 是小房子然后里面会有一些大家捐过来的书Do you want to do that? Let's touch. No, that's it. We can't. Oh, no, no, no. These kids know you're on a visa. Yeah. Can I say, wave to the camera?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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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他曾经在那个打工的时候就是靠羊肉串练就了绝活 Yes 大爷好然后包子来帮我们打开这今天的大菜哇这是爷爷奶奶前两天手工包的包子白白胖胖要不要来一个是吗我们这还有些硬菜他帮他做的对对对对
们这个今天的菜很丰盛，各式美食都有啊。对，各地美食。好吃吗？对啊。